完整。树。那其实现在我们要去的是这个秘境，如果经过这个我们细微的观察，这条小路呢，应该可以到达我们的秘境。真的眺望整个后石群礁，哎，蛮美的。龙虾洞真的蛮美的，各位可以来拍拍照哦。看这满满的人潮，就知道这里的海底世界一定非比寻常呀。耶，这里超漂亮的，这里是小琉球的哈板湾。也是他们说的威尼斯海滩，这边的沙子呢超级的柔软，你看这种贝壳细沙非常的柔软，拍起来超舒服的。然后现在在这边看夕阳，我觉得如果说小琉球最美的沙滩应该就属于这里的，而且这边有100公尺长左右。然后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能进来了，因为它晚间8点到早上5点的时候是属于保育区，是禁止进入的，如果来的话会罚款哦。那接下来我就会在这边欣赏日落了。